情感博主教你如何辨别绿茶，如何全女全拒。那女孩不是一个傻白甜。你说，要是我在非洲遇见了，你会来救我吗？万男人全不胜任。电影院里四个套餐，他选了最贵的。我们叫最后那个至尊套餐吧，大可乐、鲜榨果汁，还有爆米花，还有一个影院的公仔。专人作业。什么男人？快陪他！咱俩在那斗气斗半天，他管过吗？只要手速快，有时刻不在外线。我觉得他玩手机的次数比跟你说话还要多吧。等我一下啊，他全程就是在安排晚上要去呢。我今天晚上约了大学时候玩得好的哥哥姐姐。哎呀，这就是一个很细品。